哎，老巫发那个 DLC 很好，老巫发那个 DLC 的 Village DLC， 妈的我要看了。哦，第八的，哦，还有他讲 Steam 哦，我朋友跟我讲 Steam 那个七的白用黑色啦，白用黑色，七的白用黑色跟八的 Village 跟二跟三一起买100多块哦，147吧，怎么烂？敢啊哈？肯定可以啊，只是在那边喊闹啊。哎呀，我过去，你都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天幕不行。不是一个人的王者，是团队的荣耀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友谊第一，全军出击，尊重对手。尊重对手是不可能尊重的，有种无消失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尊重。你会在哪里？好颠，我就是很想问，到底谁说的这个语音？到底是谁录的这个语音？超级憨，超级矫情，气泡音，他这个是气泡音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突然好想你。啊！西巴，你快过来！别送啊，别白给啊，快走！还想回家呢？老子的二级都没升了，你咋回家？哼！他还在我旁边，想要等我放回城给他，笑死！结果你也在旁边回城。对呀、啊。他差点就被打死了。你玩牛啊！百里百里，打几？哇！我在这里打蓝。下载，我的手机在下载 app， 现在卡了一批。无所谓了。鲨鱼群的头顶可不是人。也不是下载吧，就更新。赶紧卸载。不是，这是更新。小短腿跑这么快呀、啊！自由的心，放在风口浪尖。我走了。暴君降临。我那是承受了1万点伤害，哥。走了。我这个婉儿前期伤害这么低的吗？不应该呀、啊。我看人家玩那个玩儿，刷刷两把毛笔，直接兵线全清光。请求集合。那个传上去了，传上去了，小心！哦，不，被打断了。靠你妈！我要拜拜了。我刚才应该回城的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浪的。四级了。是谁还在用去年的回城特效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比我更嚣张哎！是谁在用去年的特效？我跟你讲，在王者眼里，半身皮就是没有皮肤，可能在你的眼里也是。对呀、啊，半身皮本来就是没有皮肤啊！我靠，我错了，在这里不应该说皮肤的人是我。再见。他没有大招。嗯。妈的，这是土匪！我
摇人摇人，直接越塔发起进攻。自由的心，放飞。杀我你妈！一滴血，死吗？喂，我操！哇，死兵线啊！兵打死我了！我天哪，那个船上去了！哎呀！大招还未冷却，别害怕，姐来了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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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，这个大招还没好。妈的，我还以为婉儿可以上去刷刷收两个人头，谁知道一个没收全死光了，让我。搞得我爬上去跟着他。放飞在风口浪尖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先出抵抗鞋。我们正在往前冲，让你自然的飞行。有种无可奈何，叫崇拜心太多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德鲁，我的，抱歉，太干了。妈的，我已经按了一技能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吐了。婉儿打不出压迫感。看来了，他想到这个大佬带我飞了，这大佬骗我。哎，小心 ！Oh shit！ 尴尬，这个我都忘了做梦。为什么你知道语音会有回音呢、啊？张大大在直播。什么东西？真的假的？像我这种。这么有素质的，这个可以上电视的吗？这是可以上电视的东西。是的，只是没人看而已。哇啊！这个彭于晏干死他！和滔天巨浪都鞠躬于弄潮儿的冲浪板。哎呀！哇哦，没了！是妲己。是的，那妲己必须干一下了，没死过他。反而被压妲己碾压，是我没想到。吓人！我操！怎么那么多空？操！我真的动不了。对呀、啊，怎么那么多空？你妈的！生活和滔天巨浪。Enemy quadra kill。你还回头敌人接？人家可是打几套你就死了。我吐了。这个婉儿竟然被一个妲己碾压了，在。太大的进化。他被打下来了。真的无语。你真得力了。Oh no！ 逐渐疯狂。
上一局是那个公孙离逐渐疯狂，这一局妲己逐渐疯狂。我去。下一局请你们玩典韦吧，彻底疯狂。他已经七千多了。他想来哪里的后？鲨鱼群的头顶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可以打龙走了走了走了、自由的心死妲己！天哪！不要上我那个狄仁杰不要来！狄仁杰都不要来！他打了我，他打了我，他打了我了！啊，西吧，不行 ！Nice， 他死了就行。飞越鲨鱼群的头顶，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游戏可以输，妲己必须死。待会一样的，我去骗那个妲己的技能，你们都该砸就砸。对海的诱惑缺乏抵抗力，让我来试他的船，撞我撞我撞，他不想要撞放自己的老婆哎呦不不不，咱俩皮肤不一样我就没有任何关系。他在打蓝，管炮，走走走，哇呜、哦、走走走走走，武器带线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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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别被他拉了，下去找你了，开始撤退。嗯，你给我个大啊也行，别，给你个大吗？快走吧，哥。小老弟，跟我秀三打一，带货带走一个，死妲己，操你妈！都蹲一下。有种无可奈何，参赛者太多。他在打了，鲁班，请求集合。这他妈不死的，什么情况？我买了这柴，我买了这柴。好，我来出吧。让我跳棍，阿哲。来出。生活和滔天巨浪。
都鞠躬于弄潮儿的冲浪法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赶走走啊，哥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这对海的诱惑，可以开龙啊！打龙吗？所以他可以过来的话，我错了。干！让他撞我。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他没有那个空了。还回月，我去回一点血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波不亏啊。哇，还好还好，我二技能刚好好了。他不是一技能。他勾到了，他都不敢打，笑死。一波有没有？有秀起来了吗？有有有有！小老弟，谁说的？哎呀，也 nice！ 我是真的秀。Victory！ 大家都很棒。牛啊牛啊！下局非常难了，是理所当然。Thank you.